不用焊枪，不用火烧，能焊接铜管吗？今天我们来试验一下，就拿这个来试一下。这个是我刚刚制作好的，这个是就在微波炉上面拆下来的变压器。变压器初级在的，次级已经去掉了，这个线是直接缠绕上去的，大概缠了四圈左右。这个是一个电源线，这个是在电视机上面拆下来的消磁线圈的线，这边连接了一个铜管，一个台棒。这个我只不过简单的试一下，看看行不行，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仔细的改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焊接一下这个铜管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融化。插电，可以听到变压器在工作在响。直接来试一下，你们看往上一放立马就变红了，看到吧。好，你们看很快啊，几秒钟就红了，看到吗？再来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焊条给它融化。可以的啊，你们看融化的速度也挺快的。现在我们再找一个铜管，这个是12的，这个是10个的，我们把它焊接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焊得住。看看这个需要多长时间。好了，已经看到变颜色了，已经发红了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个速度好像有点慢了，没有刚刚那个快。电拔掉吧，你们看焊是焊住了，不过不怎么好看，是吧？不过这功率有点小，焊细的可以，焊太粗的功率不够，所以下回把它改进一下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